这是你第一次来长城吗？是啊，我第一次来长城。长城怎么样？你喜欢长城吗？我很喜欢，因为长城看起来很壮观，站在上边可以看见山下的景色。没错，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只有来到长城才能感受到长城的美丽。是啊，那天怎么咱沿路没